全新的生活，从几年前开始，毫无防备的邂逅，像迷宫一样的地方。初次的见面，也许到几年后，突如其来的窗前，想要离别的时刻。若回头张望，发现自己很不一样，成长这件事，我一个人不可能完成。我该去哪？校园都走了好几遍，却总觉得是我回的家。你又在哪？是我一个人不可能完成。我会去哪？变成有着许多方向，这是我的位置，就在哪？你会在哪？这些年追不是巧合，我想要说，我只能说，对着你说，谢谢你了。